近日有家长在讨论区出 post， 表示在 MyTV Go 搜寻林峰、吴启华主演的电视剧《美美情缘》时，用关键字《美美搜寻》，随即弹出一出《美美姐姐》，是一出韩国三级片。该剧列明有裸露镜头和成人情节，需要入密码才可以看。其实即是 MyTV Go 的用户密码。各位家长担心小朋友会不小心看到这些三级作品，就在讨论区发文提醒其他家长，可谓用心良苦。